兵役，中国人17岁到22岁可以报名参军。男子身高在1.62米以上，不能太胖也不能太瘦，身体健康，视力正常，能入伍。服役时间为2年。该你了。兵役，中国人17岁到22岁可以报名参军。男子身高在1.62米以上，不能太胖也不能太瘦，身体健康，视力正常，能入伍。服役时间为2年。兵役，中国人17岁到22岁可以报名参军。男子身高在1.62米以上，不能太胖也不能太瘦，身体健康，视力正常，能入伍。服役时间为2年。身高多少能参军？几岁可以参军？服役时间是多久？你参过军吗？留言告诉我哦。兵役，中国人17岁到22岁可以报名参军。男子身高在1.62米以上，不能太胖也不能太瘦，身体健康，视力正常，能入伍。服役时间为2年。该你了。兵役，中国人17岁到22岁可以报名参军。男子身高在1.62米以上，不能太胖也不能太瘦，身体健康，视力正常，能入伍。服役时间为2年。兵役，
中国人17岁到22岁可以报名参军。男子身高在1米62以上。不能太胖，也不能太瘦。身体健康，视力正常，能入伍。服役时间为两年。该你了。